Temple. Westlake. The zoo. And Utrecht campus. Hout. You can try. The zoo. 麻烦, it's me, Muhammad. 我中文名字叫杜瑞。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一名外教，然后我听说这边林荫节到这边的残疾朋友们想要参加亚运会的作为志愿者，我也到这里来帮助他们。 The blue one is Chen Chen. 对，我希望通过学习。 大家变成非常优秀和合格的亚运会志愿者 Heart to heart at the future 我是来自林荫残疾人之家的语言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亚运会这次亚运会能够在我家门口举办我觉得很高兴很开心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想成为一名亚运会志愿者 现在我和我的同伴努力学习英语口语，在亚运会召开时，我可以作为东道主为外国朋友提供志愿服务。Welcome to Hangzhou, head to head, back to feature。我是林荫街道的志愿者，那我之前听说我们街道的残疾人之家正在为迎亚运做一些他们的准备。 那我一想，我大学里面学的专业呢，就有包括礼仪方面的，那也是通过我自己的专业技能来提高他们的志愿服务水平，为迎亚运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 Heart to heart at future. 我们林荫街道残疾人之家主要面向精神自理残疾人。 开展康复训练、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主要形式的综合康复服务，丰富残疾学员的日常生活，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平时我们发现他们认真学习英语，我们就结合2022年亚运会，让外教老师教亚运会的小知识、吉祥物等简单的英语口语。 Welcome to Hangzhou, heart to heart at future.